连接 WiFi， 打开 APP， 这个是拍照，这个下面是录像，然后这个是可以点，好，先返回，我们试一下一键起飞，好，一键降落，好，现在是其他功能，这个是 HL 大小度，好，应该飞了，翻滚，点一下这个360，点一下360，好，我们先一下试一下，好，取消，我们现在操控一下手势飞行，点一下这个可以感应飞行，好，现在取消，取消就进入悬停状态，